等谁呢？这么晚了还在外面鬼混，就把女儿一个人留在家里。告诉你，照顾不好我女儿，就把抚养权还给我。你觉得你还有这个权利吗？刚刚把欠的钱还完，尾巴就翘起来了，小心你自己摔得更惨。你也知道你把我害得很惨，我告诉你，这每一笔账，我今后都会让你加倍奉还。说来说去，责任全在我。你干什么？放开我！放开！你要干嘛？我以为你约的是谁呢，没想到约这个不男不女的。可以啊，你俩一个处心积虑，一个心狠手辣，还真是般配啊。你是把酒都喝脑子里了吗？我离婚你在背后也没少出力吧，真是看不出来啊，你这一声不吭的也是憋着大招的。螃蟹这么大的鱼你都敢钓，上位不成就跑来拆散我的家庭是吧？安宁，再说句试试，不要冲动。砸呀！有种你往这儿砸呀！有种你砸呀！你的家是让你自己拆的，你谁也怨不着。管不住下半身的时候，你想过有今天吗？是个男人，现在就回家洗洗睡了，自己种的苦果自己咽。你以为你是谁啊？你配教训我吗？在这干嘛？要打出去打去。咱们走着瞧，早晚你会为你做的这些事付出代价，你就等着吧。你我看看，打疼了吧？是那边。这边是不是疼啊？我打他那下更疼。要不然先撤。啊！哎，你俩谁买单啊？啊！谢谢。没想到打架也挺费体力，把自己打饿了。我以前根本不知道庞青结过婚，发现的时候我已经怀上安康了。庞青毁了我一切。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女人要对自己好，只有我们过得更好，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反击。吃吧。对不起啊，我应该早点告诉你，但我实在是说不出口。反正都已经过去了，不是吗？哦，对了，还有件事儿，他老婆回来了。我看见他了。今天的会海水由我来主持。为了公司上市，昨天咱们所有板块的负责人结合近三年的财政收入已经向各位董事做了介绍，今天是咱们董事会表决。上市大势所趋，我相信在大局观上面在座的各位目标应该是一致的吧。那王总您怎么看？大家也想听听您的意见。我就是来旁听跟学习的，只要是对公司有利的决定我都支持。上市呢，其实啊就是给投资者和在座的各位
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未来。这些年，咱们公司力图拓展板块，尤其是在新兴领域、互联网科技方面，比如说，像丁总投资的那个飞上运动科技。您的双层火腿三明治。谢谢。你好，我需要一杯咖啡。好的，一共18元。哎，我正要找你。有事找我律师。你好，哎，给我来。你点这个双层火腿三明治，今天支付宝积分对折。我吃素。那你可以把火腿给我呀。你好，他要跟我一样，双层火腿三明治，多加生菜，不加价啊。不加价，一共是18元。18。嗯，你等等我呀，你等我一下，你把火腿给我呀。你不是吃素吗？我跟你很熟吗？是不熟，不过巧。你等一下，给你请柬。给我什么请柬？结婚请柬。你结婚请我干嘛？不是我结婚，自己看。快递直接都送到我这儿来了，估计是按着我的名片送的吧。没想到他们还能留着我的名片啊，挺有心的。你去不去啊？你说你这前夫心也够宽的啊，你们离婚也没多久吧？这继往开来的速度。不过这波操作我还是真没看懂，请前妻去砸场子。我没你那么小家子气。哎，等等，给，拿着，赠品，开开运。苏总，起诉书你这两天就应该能收到了啊。杨月流要结婚了，你也收到了，你也收到了，丁曼曼给你的，我不会去的。为什么不去啊？别让他这一拳打空了，应该把这一拳打回去。怎么了，小宝？怎么不高兴了？妈妈，开除是什么意思呀？你说什么？他们说苏老师被开除了，开除是什么？就是说，苏老师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放假？他为什么放假？放假为什么不来找我呢？是我惹他生气了吗？当然不是了。哎呀。
波宝宝啊，最乖了。是因为苏老师前段时间工作太累了，他就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然后出去玩去了。哎，他去哪玩了呀？咱们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这个，打一个打一个，妈妈，我想苏老师了，学校没有苏老师都不好玩了。哎，妈妈，你是不是也想苏老师了呀？你和苏老师不是好朋友吗？那苏老师会不会也是在想我们呀？贸然给别人打电话呢，很不礼貌。要不然我们看一下他现在在干什么，好不好？好呀。我们看一下他的朋友圈啊。Hello。大家好，我是苏洛，我正在进行我人生中第一趟骑行之旅。今天是第五站，骑了4个多小时，来到了滇北的武宁山。我现在在山里面，站在这儿的心情怎么形容呢？平静。你先看一会儿，妈妈去把衣服洗了。怎么这么久也不来看我，还不接我电话？悠然，不管怎么样，爸爸永远爱你。悠然，不管怎么样，爸爸永远爱你。哎，新郎官，新娘找你。爸爸永远爱你。哎，新郎官，新娘找你。爸爸永远爱你。哎，新郎官，新娘找你。悠然，妈妈出去一下。悠然。阿姨，哎，吃完饭记得给悠然吃我买的水果。好。你还好吗？我现在什么都不缺。如果在他面前还需要演戏的话，就证明我还在乎他。
但是我早就放下了，干脆别去了，别给自己添堵。必须要去。这场婚礼上，灰溜溜逃走的人不应该是我。安宁，今天庞鑫也会去。应该说庞鑫夫妇都会去吧。包括林姐，好。啊，杨永泽，哎，老同学，哟，好久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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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恭喜！到里面拍照，来啊！没问题，没问题。来，来了，来来，拍个照。你好，可以请我拍照取个新人合影。不用了。杨伟伦，杨伟伦，愣着干嘛？过来拍照啊！来，新郎新娘站里面。人是我请的。给你个机会彻底翻篇。哎，老弟，老弟，老弟，谢谢，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哎，哎，好，谢谢，恭喜啊！恭喜啊！哎，丁总，苏总，大驾光临，感谢感谢，恭喜。能不能单独跟你说两句？当然，安宁，你先进去。嗯，苏总，咱们明人面前不说暗话，这个婚礼我是100个不愿意，但是女大不由爹，我在这儿就给您赔个不是了。这个婚礼，您大人大量，卖我老丁一个面子，千万不要。丁总，您不会以为我是来砸场子的吧？我没有那么小气。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喂，不好意思，来晚了。哎，杨总，杨总，您一来这蓬荜生辉啊！啊，忘给您介绍了，我女朋友苏菲。哦，你们聊，我失陪了。好，待会儿见。哎，再见。再见。把手松开。真是女朋友，我这不是怕你尴尬吗？你也认识丁总？老朋友了，原来还想给我投资来着，让我给婉拒了。这什么情况？是个托儿。哦，哪儿来的？还挺惊艳。买咖啡时候送的。啊？嗯。哼。你当时为什么要拒绝丁建宏？这老狐狸呀，净干一些坐收渔翁之利的事儿，我才不上他的当呢。倒是你啊，看着不是挺聪明的吗？怎么让他给撤走了？还不是苍蝇那个二愣子，就知道给自己挖坑。我进了飞上之后，就一直给他填坑呢。
我未婚妻可真仗义。你干什么呀？别乱看。做戏要做全套路，敌人永远在观察你的破绽，稍不留神可就前功尽弃了啊！这跟你有关系吗？把手给我拿开。那你赶过来干什么呀？啊？眼巴巴的吃狗粮，贱兮兮的送红包啊？你起开！这跟你有关系吗？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我没有请你帮忙。狼心狗肺，狗拿耗子，狼狗，那咱俩还挺般配的哈。来，干一杯。这一刻，让我们一起保持安静，共同期待美丽的新娘来到各位的身边。我们一起把一份掌声送给美丽的新娘，好吗，各位？美丽的白纱，亮丽的身影，此刻。新娘也正在父亲的陪伴之下，缓缓走向幸福开始的地方。这一刻，爸爸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将女儿的手交付到新郎手中。我们一起掌声见证这一时刻，好吗？感谢爸爸，请入座观礼。同样，也将会邀请到我的伴郎来为他们呈上一份爱的信物，有请伴郎入场。哟，新郎官这么快就跟过来了。我说苏菲给了你多少钱当托儿啊？哎，对你前妻就这么不死心啊？你知道这双破鞋为什么要扔吗？因为它硌脚。他的手段你是不知道，奉劝你别自寻死路。
这同样的路啊，有人走着走着就给他走死了，有人却能走成康庄大道。我也奉劝你，既然换了一条路，那就踏踏实实的走，别再走成死路了，也别老惦记原来的路啊。让让。好好看清楚你自己的路吧。来，高总。来，高总，谢谢你一杯。来来来，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来，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来，各位董事，来，梁总，来来来。你是去洗手间洗了个澡吗？换了个发型。怎么样，气质有什么不同吗？喜欢吗？我也想去个洗手间，麻烦让一下。唐叔。来，庞总，我和太太敬您。早就听我爸说，您的创业故事，真的是非常佩服啊。祝你们新婚快乐，百年好合。谢谢庞叔。哎，庞夫人呢？啊，她出去接个电话。好的，好的，那就这样，拜拜。庞夫人好。啊，你是那天到公司应聘的那个姑娘？您还记得我？真是太巧了，你也认识新人啊？嗯，新娘的朋友。是跟曼曼挺像的。哦，对了，后来你去我们公司上班了吗？没有。那真的太可惜了，庞总跟我说你是特别专业的模特。我是健身教练。啊，那真不好意思，那是我记错了。业务上的事情我从来不过问。那现在你是找到新的工作了吗？就给一些客户当私教。哦，如果您有需要也可以来找我。那真是感谢二位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来，您随意，我干了。杨伟伦，你把我苏菲带到哪儿去了？你喝多了吧你？我是喝多了。你在我眼皮子底下跟你前妻眉来眼去，刚才索性还把她给带出去了。你，不是我说你，是你朝三暮四让人家给踹了吧？是男人咱们就要点脸，行吧？杨总，那个给丁总个面子。丁总，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啊。杨伟伦，现在你已经开花结果都修成二婚了，那你就好自为之，珍惜当下，行吗？你要是再胡闹的话，我叫保安了。谁胡闹了？郝天啊，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庞总，庞总，我胡闹了吗？是我胡闹吗？没有啊，没有没。这就是我的微信，加上了，有需要随时联系我。好，那我先进去了。嗯，再见。再见。仪式结束了，公司还有些事儿，我们走吧。哦。我是受害者呀！你一边结婚一边拐的我女朋友，我现在都怀疑你到底有没有离婚，是不是重婚、骗婚？你。
哎，杨总，你女朋友在那儿呢，你闹什么呀？在哪儿啊？在那儿。丁总误会了，你看我这嘴。哎，你们两个怎么来了？这么大的事儿，肯定要保驾护航，我义不容辞。所以我是为了朋友两肋插刀。那么你呢？我一心一意来挺飞姐。我的错，我的错。没错，您谢郎官，您大人不计小人过，看在咱们都爱着同一个女人的份上，这样我敬你一杯，我先敬你。你说什么呢？又说错话了。你看，是爱过，爱过，对吧？新娘子，这样，前夫前妻这一页呢，新郎官干完这杯酒就彻底翻篇了。你想啊，谁守着你这么漂亮的女孩，还去想别人呀？他就算有，那他就是个瞎子，对吧？我又话痨了，行，不说了，来。走到今天，就是缘，路长路短都祝福。来，大家干杯！我先干了。苏菲，你去哪儿了？你能不能先跟我说一声？坐下。对，这都谁呀？男朋友，同事。你到底找了几个托儿啊？人缘好，都是义务来帮忙的。所以你也是托儿？哼，幸会啊，挺好，人多力量大。上桌。看见你有三个保镖，我就放心了。我先去接安康了。苏菲，这是梅开几度啊？我都不知道要恭喜谁了。你从前也自由过，现在刚好我们两个换位。现在这么爱玩啊，可当心自己身体。用你管。我说杨伟伦，怎么还老是想着苏菲啊？她现在爱和谁好和谁好，她就是招人喜欢，追她的人就是多，用得着你管吗？哎哎，那个你老公这么关心的前妻，你都不生气啊？啊？你们谁啊？我有请你们来我婚礼吗？啊，干嘛来的？村儿走乱。这大喜的日子，我们当然是来祝贺的。咱们三个敬新娘子一杯，来。啊，对对对，来来来来来，恭喜恭喜恭喜！来，他这酒，我替他喝了。谢谢你们来见证我的婚礼。这双手，我这辈子都不会放开。走了。你给他发请柬干什么？我发的，我就是想让他们断干净。那你前妻没断干净吗？
你要跟他没断干净，现在就跟我女儿断干净。哎呀，老弟，你干什么呀？这孩子们刚办完婚礼，你就让他们离婚啊？我幸亏没让他们领证。什么叫你没让我们领证啊？那明明就是我们俩商量好的，先办婚礼再领证，对吧？看他干嘛？你说是不是？啊，咱们先办婚礼吧，先办婚礼再说。说什么说啊？你不领证办什么婚礼？非法集资呢？不是想多给你一点时间考虑考虑吗？我没考虑好，我今天干嘛来了？还有你，你凭什么不让我们领证？因为我早就料到有这一天，苏菲的女人不好惹，人家带着她男朋友来婚礼闹事了吧，连我的老板都气走了，丢人现眼吧！得消消气，干什么呀？大喜的日子，这不在咱们家里，在酒店呀。爸，你赶紧消消气，都是我不好，是我考虑不周全。哎呀，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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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气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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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爸妈，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哼，哎，别谢了，别谢了啊！那我们走了啊！哎，好，老丁。哎，老白，别生气了。啊，好了好了好了，跟你爸妈犯得着吗？生气？别谢了，别谢了，别谢了。老公，嗯，你跟我说实话，我爸是不是为难你了？哎，宝贝，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别再跟你爸这么对着干了。我们一定要把结婚证领了呀！我不管，你明天就搬到我家去住。哎呀，别闹了，宝贝，我们肯定会领证的。你等我，等我在公司里面闯出些名堂出来，我们再领证，好吗？那我得等到什么时候啊？哎，傻瓜，很快的。你这速度不行啊！你，你还比我能喝呢。哎，吃鸡翅得刷蜂蜜啊！哎，我不要，我不要！哎呀，你说你这人有时候那么脏人烦呢，你。你怎么成天跟个刺猬似的？也就是我啊，天天都冒着被扎死的风险拉你一把。哎，杨凯，我问你个事儿，你跟我说实话。嗯。你是不是想追我？我要告你，我还追你，哪来的自信啊？哎呀，终于放心了。你知不知道，杨凯，你根本不是我的菜。你说你这个人啊，你做事斤斤计较，说话不招人爱听，小气，抠你都抠到骨头里了，你自己知道吗？把心放肚子里。你也不是我的菜，自以为是，敌友不分，好歹不识。那时候我拿你，谁让你招惹的？你我喝多了。自视清高。我杨凯，钻石王老五，有钱有房有公司，还没贷款，怎么也比你有市场。就你还钻石王老五？你去一边吧，你就剩老了吧你。本来啊，我是想跟你谈谈合作计划的，你把气氛都给搞僵了。这样，明天呢，我先把计划书发你邮箱，你好好看看，咱们再商言商，赚钱嘛。你也别带成见啊！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呀？哎，苏菲，
我最不会安慰女孩了。哎，你知道吗？我跟杨伟伦也是在那个酒店办的婚礼。丢人吗？没丢人啊。生活嘛，就充满了戏剧性，有时候比电视剧还夸张呢啊！你有我邮箱号吗？你给我，我不就有了吗？哎，干了这瓶我就给了。好。哎。这么晚了还在吃啊？站着别动，往后退一步。干嘛？你有病！来，热乎串来了。喂，喂，再我开一瓶。老板，买单。真是上辈子欠你，你背我吧，这就送你回家啊。哎，到家了吗？哎，站好，走吧，师傅。走。哎，哎，到家了，到家。哎，是我们家吗？我们家到我们家。你们去哪呀？苏菲，家里地址。这不是到家了吗？师傅，你稍等一下啊。